和学妹出校租房。都给我啦！看这个床，太污了，喜不喜欢？我喜欢是喜欢，问题是这房子看着挺贵的呀，这多少钱啊？3800一个月，你平时给咱那么好一房子呀？想什么呢？这里还有我的一份呢。不是，什么叫这里还有你的一份啊？我要出来住，我租房子，你大学生你出来干嘛？马上考试了嘛，我在宿舍里学不进去。你那是想好好学习吗？对了，干嘛？看着他像一个女主人，构想着属于我们的家。我知道，我遇到了那个对的，这就是双向奔赴的爱情。哇，这阳台好棒啊！看星星呢。哇！哎，蛋蛋，下雪了。张万森谁？哎呦喂！不知道吗？在我们找到房子的这一天，我们迎来了这个城市的苏醒，他也遇到了他的张万森，我们的爱情仿佛充满动力。